到了，大林哥，开心吗？开心啊！君宝，爷爷晕车吗？嗯。君宝开心吗？开心。嗯，好，走吧，下车。快点，爷爷。啊，爷爷慢点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来，大牛哥，就是这个小区前面四楼，在那边啊？嗯，对，二单元四楼。嗯，拿东西吧。君梦，你拿得动吗？你拿不动吧？我拿不动，我来，我来。嗯，来，来，走吧。嗯，爸爸来，爸爸拿，爸爸拿。慢点，大牛哥，我帮你拿吧。不用不用，你拿那些。好，走吧，爷爷。你走前面吧。来，好。来，君宝这边。嗯，来，爷爷。哎，不，你来。妈的，弯着腿。走，大牛哥，你走前面。然后这边就是，你们的家了，君宝，好好好好那个在这边，然后那个读书的时候就在这边读书好吗？好。然后白天不能跑出去，一定要跟爷爷在一起啊！妈妈不在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跟爷爷在一起，都不能跑出去，不像我们那里啊。对。在这边来的以后，都天天就在家里面玩，然后爸爸以后给你买玩具那样。嗯，好。就这边四楼，一开始不知道他没有那个没有电梯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之前是想着那个给你们找一个有电梯的。哎，爷爷，我想着那个爷爷跟君宝没事的话也在外面溜达，但是那个四楼的楼梯下来还是注意安全啊，爷爷。嗯，好。比我那边好多了。啊，大牛哥就是这里了。这里啊。嗯，来钥匙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一起相遇。哪里呀？我会去见你。嗯，可以了。会纵容你。走吧，这房子好大了，这就是新家了。来，哎，爷爷。人生享不起，就在一起，谁都不许说分离。这段恋情是上天给的。房子那么大呀，没事，房子大一点好。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爷爷，你觉得好吗？这个房子怎么样？你说宝爸，你说宝爸，爷爷说很好。大牛，你在拿什么呀？我拿这个勺子。汤勺，你连汤勺都带了。那个呢，我给你看一下，那个这有冰箱。你看这冰箱都可以用的。然后这是厨房。那个你来收拾一下，这个可能那么大呀。来，大牛哥，这个的话，这间房的话就给君宝住吧，这被子什么都有的。这边还有一个那个洗手间，然后那个下面那个君宝跟那个爷爷，这是31厅的，你们一人一间，可以，喜欢吗？这个，我们家里说君宝，我们爷爷，我们就两个床就够了。那我们那个吧，把这个东西收拾好吧。我把这些杯子放在房间里吧。好，飘向天边的云，你慢些走。我用奔跑告诉你，我不会。